Hello，大家好，我是静。那老规矩，希望大家能把这个签到打在公屏上。那如果关注我频道的朋友们，应该知道我做过好几期关于麦克风的测评和推荐啊。那在这个各家科技都差不多的这种年代，想在麦克风上做出一点花样，确实是不容易的。所以我也在想，要不要接这个麦克风的测评呢？那这个时候，一个叫做 Pixel 品色科技的公司联系到了我，给我推荐了他们的一款无线麦克风，叫做 VocalLark。和现在刚出的这个罗德 Wireless Go 2一样啊，是这种一拖二的设计，也就是一个接收器可以同时有两个麦克风同时连接工作。 So 不一样在哪儿呢？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那和现在很多厂商一样，那品色 VocalLark 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很好用的收纳盒啊，携带方便没得说。其次，我是很想夸一下这款麦克风的颜值。那看惯了千篇一律的方方正正的各种无线麦克风， VocalLark 这个设计可谓是独树一帜哈，那颜值是非常在线的。那一款产品不能光有外表啊，那麦克风的收音效果好坏才是关键。那我们现在就换上 VocalLark 来具体试一试。那大家应该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声音上出现的不同。那么这款麦克风在主动降噪上，我觉得算是做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优化。那么你会说现在很多的无线麦克风降噪都做得不错，我也承认。那么接下来的一些功能就不一定是其他麦克风可以做到的了。那么这款 VocalLark 有两个功能是非常好用的啊。那第一个是改变音色，另一个是添加混响。对，不需要后期上实现，它可以在你录制的时候实时渲染。首先我们来说音色，那改变音色很简单，开机后麦克风下方会有一个小灯啊，那以颜色来区分不同的音色。首先白色是默认的普通音色。好的，那么现在是这个普通模式，大家可以听一下效果是这样的。声音测试1、2、3、4。那按一下黄色是降噪模式啊，那比如说你在室外或者是比较空旷的室内可以用到它，这个时候可以很大程度上的避免掉这个环境音所带来的干扰。那好的，大家现在听到的就是这个降噪模式哈，也是一个常用的模式。那声音应该是很明显的变干净了啊，那声音测试1、2、3、4。接下来是蓝色，那沉稳的男生的音色模式，比如有时候男生觉得自己的声音可以更低沉性感，可以换成这个模式。那我们现在是男生的音色，我的声音有没有稍微低沉和性感一些呢？啊，声音测试1、2、3、4。然后红色是女生，那么很多女生做直播带货等等，自己在使用这款麦克风的时候可以将它切换到这个模式，可以让声音更清澈和甜美。那我们也来试试，那现在是这个女声模式啊，大家可以感受到变化吗？声音测试1、2、3、4。最后是绿色的童声模式啊，那么声音在这个模式下可以变得可爱和通透。现在我们在这个童声模式下，我的声音有变得可爱吗？声音测试1、2、3、4。好的，那这个声音渲染功能我觉得确实是蛮实用的啊。我个人常用的是男声模式和降噪模式，因为我个人会遇到一些情况，比如说一天说话比较多，晚上要录音，声音会变得不上不下的，想低沉却沉不下去，高频也高不上去。那么改变音色这个功能可以很好的帮助我在很多声音状况不佳的时候，同样以好的声音效果去录制。那么接下来是混响模式，那么在这个模式是需要在接收器上去操作的啊。那单击电源键，大家可以看到几个图标在屏幕上有显示，那么依次对应到我们不同的这个混响模式啊，我们一一为大家展示一下。首先是录音棚模式，现在大家听到的混响模式是录音棚模式啊，声音应该很清晰，降噪效果应该很明显啊。那声音测试1、2、3、4。好的，那现在是演播室模式，那么电台主播或者新闻现场的节目感觉会用到这个上面来啊。那声音测试1、2、3、4。好的，现在是音乐厅模式啊，那大家应该可以感觉到稍微多一点的混响效果在这个模式下面。那么喜欢唱歌或者在线 KTV 的朋友们可以选用这个模式去使用。声音测试1、2、3、4。
最后是大礼堂模式，也是混响最高的一个模式。有没有在一种很空旷的大教堂里面的这种感觉呢？声音测试一二三四。好的，那么音色和混响模式之后，它的传输距离也是我们应该关注的一个方面。基本传输距离的话，那 Vocal Lark 是100米。但是为什么叫罗德 Wireless Go 杀手呢？那第二代罗德 Wireless Go 上市不久啊，那么很厉害的一点就是传输距离来到了200米远。那么品色 Vocal Lark 在你加上这根信号增强天线之后，同样也可以将传输距离提高到200米。相比罗德在价钱上便宜了很多的价格，再加上音色混响模式的加入啊，那这款麦克风一定是很有性价比的一款产品。那我们现在就到户外去实际体验一下吧。好的，那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离这个相机是一个非常远的一个距离哈，就大家应该看到我在画面应该是很小的一部分。那我现在慢慢的走进相机的话，大家也可以感受到其实这个收音效果还是很好的。那因为我现在在户外，那所以的话我现在打开的是一个这个降噪的这个模式哈，尽量的可以去避免掉周围的一些噪音的这种情况。然后我现在慢慢的去走进相机，大家可以感受到就是这个信号也不会有丢失的这个问题。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就是经常出来拍的这一片场地，雪也已经都化掉了，就是春天终于来了。好的，然后大家还可以持续的感受一下，就我一直走到就是正常的这样一个拍摄位置的话，就是这个收音一直都是不会丢失的。所以其实选择这一款拍摄设备对你来说应该是一个比较正确的一个选择啊。好的，那么大家在看过这一系列的展示之后，我相信对于你是否需要购买一款无线麦克风，或者是考虑购买哪个牌子的无线麦克风，大概你应该有一个了解。那么如果你对这款麦克风有什么疑问或者看法，都可以在评论区讨论。我是静，那我们下次见，拜拜。